宾中有善口技者，会宾客大宴，于厅室之东北隅施八尺屏障，口技人坐屏障中，一桌一椅一扇一扶持而已。众宾团坐，少顷，但闻屏障中扶持一下，满座寂然，无敢滑者，遥闻声响中犬吠，便有妇人惊觉欠身。丈夫一语，继而而醒，大啼。丈夫一醒，夫妇而含乳啼，妇拍而舞之。又一大而醒，絮絮不止。当是时，妇手拍同声，口中呜声，而含乳啼声，大而初醒声，妇赤大而声。你很吵啊！一时齐发，众妙必备，满座宾客无不深井侧目，微笑默叹，以为妙绝。未几，夫酣声起。复拍耳，渐拍渐止，微闻有属，坐坐索索，叽叽叽，盆气清澈，哐哐哐哐，复梦中咳嗽。宾客亦稍疏，稍稍振作，忽一人大呼：火起啊！夫起大呼：火起啊！妇起大呼：火起啊！两儿齐哭。恶儿百千人大呼：火起啊！百千儿大呼：百千犬吠。中间力拉奔倒之声，啪！火爆声，砰！呼呼呼声，呼！百千齐坐，又夹百千求救声，救命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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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夜屋徐徐声，抢夺声，啪！全搞定一遍。泼水声。凡所应有，无所不有。虽人有白手，手有白指，不能指其一端；人有白口，口有白舌，不能明其一处也。于是五湖变色离席，奋袖出壁，两股战战，欲先走，忽然扶持一下，众香嘴闭嘴，撤屏视之，一人一桌一椅一扇一扶持而已。